大家好，我是格子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:40啊，为大家看一下这个疫情期间啊，这个北京的地铁人多不多，好不好？这个高峰点的人啊还是比较多的啊，但是较原来比呢差远了。我们现在换4号线啊，看一下4号线的这个人多不多啊。这人还是挺多的，都上不去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4号线的这个高峰点人还是挺多的。我们第一趟呢都没上去啊，然后正在等第二趟车。往中间走。你之前玩那个窗口里面去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基本上都是人挨着人啊。好，那朋友们，那这个呢，就是北京复工复产后啊，这个地铁高峰的一个情况啊，人呢还是比较多的。那你们家那头这个晚高峰地铁人多吗？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相互交流。好，那这期的 vlog 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